你为什么杀他？你告诉我，你为什么杀他？他说什么？别再争吵了，出来，出来！ 什么？谁让你跑来质问他的？为什么不等我们一起？说话呀！阿爷是不是留香杀他？留香为什么杀他？他到底说了什么？高秉卓，你自己来找留香，他什么都还没说，你凭什么逼他？没有逼他，他是自杀。 是因为你，高秉卓，我曾在你兄弟的坟头发过誓，一定会还他们一个公道。为何你还要一意孤行，单打独斗？今日若非是你自作主张，留香就不会死。高秉卓，你永远都只想着复仇，莫非这天下们曾只有你的作在仇吗？你们说的对，我是一意孤行，我是一心只想着复仇。 可我本来就是一个孤魂野鬼，我连我的影子都不相信，我只相信我的刀。高秉卓，我以后再也不会相信你了，也不会再帮你了。高秉卓。 你是不是从未醒过？对不起。